六度恩爱嘴嘴，林奕康同老婆一年后生 B。林奕康去年就同拍拖10年嘅女友喺加拿大注册结婚，今日二人就喺香港宝摆喜酒，出席嘅圈中好友包括有伴娘邓佩儿、兄弟姊妹团有黄美琪、麦雅芝、张明雅等等，一对新人喺众人起哄之下出场，六度嘴嘴就俾传媒任影啊！林奕康就讲到得到同事们帮手搞婚宴啦，佢哋两公婆前晚凌晨2点几先至处理晒所有嘅事，先至可以瞓到觉。至于林奕康问到几时开始佢嘅做人计划，佢就话生小朋友，应该年几后啦，系年几后，一年俾多啲自由我哋啦，同埋工作上都想再即系做多少少嘢，即系达到我哋自己想要求自己准则嘅目标咁样咯。唔止自己啦，因为当时喺我最低谷嘅时候，其实佢都牺牲咗好多嘅。佢之前都做好多幕前嘅工作，但系因为佢有考慮過，如果假使我要翻去加拿大再讀書嘅話，咁佢翻去嗰邊嘅時候，佢可能需要一啲寫字樓嘅工多啲嘅經驗嘅嘢，咁所以特登佢放棄咗幕前嘅工作。咁最近呢兩年我當我嘅事業穩定咗好多嘅時候，我都同佢講話，其實我知道你咧一直都好中意向往喺幕前嘅，佢做 MC 係好叻嘅。我最初欣賞佢認識佢都係因為最中意佢都係眾人面前講嘢咧係好有一個自信，好叻，完全唔係我嘅，係我就做唔到嘅，係。你進步咗好多，進步咗好多啦，係啊，進步，因為都係得好多嘅傳媒俾機會俾我。而家講嘢好啦。係啦，咁所以依年紀啦，我覺依家我覺得依年齡嘅時間，我希望俾翻佢去嘗試再做多啲佢想做嘅嘢，係啦，唔俾壓力俾佢，我哋仲有時間，最緊要佢開心。